都正确的，长官给我的哈。那我们知道，也许很多吸毒的人没有被抓到了，哦，那冰山一角，像学校，我以前小孩子念书想随便念一念就好啊，然后就有警告我说，如果去不好的学区的话，也许同学都吸毒哦，那很可怕。那我们的毒品进入校园也很多啊，什么摇头丸，现在有那种什么那种叫做什么烟啊，那种电子烟，电子烟它有很多载具，你放烟它就是烟，你放毒它就是毒。很多小朋友小时候想说，哎，这个电子烟有那什么冬瓜茶口味啊，有茉莉花茶口味，不是很棒吗？那吸习惯了，哪天人家给他一个毒品，他就吸毒品了，这很可怕。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台湾不要像美国某些地方一样，街上都是行尸走肉，那些吸毒的人就是在跟僵尸一样在那边走啊，他在街上便秘啊，这样很可怕，非常可怕。还有人当场在地铁上面打针，那毒瘾一犯的时候就很可怕。所以在我们国家来讲，我们毒品查缉还有那个戒治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今天我们也很荣幸请来我们黄正雄检察官来这边跟我们谈那个毒品查缉与戒瘾的现况啊。黄检察官跟我认识已经超过34年了啦，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啊，同班同学就算了啦。后来呢，他在保护部工作，我刚好也在保护部当科长，两个人都是同事，同事就算了啦。我们两个都比较老实啦，所以长官要骂都骂我们两个，我们也是同病相怜的，同病相怜的，因为我们两个都很乖，就乖乖被骂啊。然后当然到后来都有很多很深的革命情感了。那黄检察官最近也从主任检察官、北检的主任检察官荣升到高检署，那他对这个毒品的戒治还有查缉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也是我们市府的那个成员之一嘛，毒品的查缉成员之一，来研议我们市府来防治毒品的政策啊。那我们把这时间交给我们黄主任，现在还有叫主任检察官吗？黄检察官哈，好，大家热烈掌声。算这个好同学，然后也是好同事，啊，也是难兄难弟。那这个今天很荣幸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因为我之前就是因为在毒品组的时候办毒品的案件，那对毒品就也是中毒很深了，所以我后来博士班跑去念了一个公共卫生，那就是说因为在戒毒这个区块算是一个流行病的一个治疗一个防治，所以我就去念了一个公共卫生，那我就长期都做毒品的业务。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来看看，就是说这个关掉了。好，那我们就看一下啊，因为现在哦，除了传统的海洛因跟安非他命以外，现在其实大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哎，这个在外国不是它都合法吗？啊，这个有什么嘞？那有些外国人他出去这个有些出国留学的或者在外国这个 ABC， 他们可能都有接触到这个东西，就觉得哎，这没什么啊。啊，台湾的雄厚啊，然后就大家会想说要推动这个合法化，但事实上其实它在临床上它还是有些问题在，包括成品啊什么的。当然它也有它药用的成分，但那个东西就是你要用体验或什么，那在医药上面它有它的用处。但事实上说真的，话说回来，其实所有的毒品啊，它原本可能都有麻醉的效果，包括 K 他命，是大型动物的这个用药，麻醉用药。那它因为这个样子，就被人家拿来滥用，因为用的时候它有它的效果，那有些就像喝酒一样，它很逃避现实，让自己很舒服，那让自己逃避现实的这个做法，很多人就一再就陷下去。那它有成瘾性，所以假条就完蛋了，假条就完蛋了。那所以我们来看，就是说，你们跑去，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它那个黑数很高哦。其实我们看到最近进来一些毒品，其实像毒品咖啡包也是咖啡包组合成分都是3-4级，那他们都跟小孩说啊，吃这个没什么，说就是像交通违规一样的，那都让小孩去吃，但大家也要 K 他们真的会导致膀胱，它会纤维化，那有些人真的就穿尿布了。事实上毒品真的对人体都有一些伤害，
那这些东西小孩有时候就好奇，或者说真的为了逃避现实，工作压力大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他们就去用。那事实上这个东西现在为什么政府这么重视，其实上确实有些效应在。那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说真的，我们大概大部分都还是境外手持哦。那这个其实我们国内自己还不到一成，那像中国大陆占了四成多，好、哦，那其他加拿大等等，那这个都很不知道，好、哦。那我们看到就是说，有些帮派现在也涉入毒品哦，以前帮派讲一些什么盗印啊什么，现在帮派为了赚钱，他也不管哦，什么盗印有盗那些都古早的事情，好、哦，那。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之前一阵子，哦，这个我跟美国合作，哦，其实我跟美国，尤其美国，大家在这个最近慢慢把他们的司法人员进驻到 AIT 进来，所以其实他们有时候就会在我办公室那边泡茶讨论一些事情，哦，那有些案件具体案件我们就会合作，哦，就会合作。但是这前一阵子有一件，其实这个大麻量其实蛮大的，哦，那它也跟帮派有关，因为里面。那这是国土安全部跟边境保护局一起合作，跟我们台湾一起合作。那这些其实经过司法互助，我们还到美国去取证，去把证据取回来做化验做检定，那这个案件很漂亮，做得很漂亮。那你看那个拘提到案把它羁押获准，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我们除了查缉毒的以外，我们要溯源，就是说把这个毒品的来源都把它拦截下来。那尽量我们会阻绝于这个境外，那拦堵在关口，让他不要进到台湾来。那现在我们大家都学的是大麻已经到第二名了，所以大家就知道说这个东西真的它会慢慢侵入到我们社会社区里面。所以其实大家如果在社区里面发现有些迹象，就赶快跟派出所说，你刚刚方便甚至可以帮忙收证，比如说拍个照片，甚至如果可以录音，那或者说跟主委那边反映看怎么样来的，因为我们其实派出所很多都会跟这个管委会的主委，他可能有一些连线，那可能有赖，他可以直接赖派出所，请他们马上来做处理。那如果当下发现已经有人在做这些诡异的事情，比如说闻到有那个塑胶味，在偷吸 K 他命，或者甚至在做毒品，或者说奇怪为什么他们家用电量用水量那么大，里面怀疑可能在种大麻，不是在挖矿，这个时候可能要通知警方，请他们来了解看看。那你一旦提供这个线索，警方会立即去搜证。甚至如果发现真的有迹象，就会立案来跟检察官报警指挥，申请说我们要去执行啊拘提，所以这个其实要大家互相合作，因为你一旦里面这个社区里面有这样的事情，那个房价就会影响。以前高雄为什么会有青楼专案，就是因为社区里面竟然有人在里面制造毒品、贩卖毒品，是整个社区的房价就往压掉。那后来青楼之后，整个社区的这个品质就提升，那个房价就上来。那个 K 他们也是一样，那个 K 烟，小孩子觉得吸起来好像很炫、很拉风，所以都跟着在吸。那像喵喵这些咖啡包这些也是哈，那这些有些东西真的不用过量之后，像里面有什么 MDMA 那种东西 ，MDMA 啊，或者是 PMMA， 那种有些东西过量就死了。我们看到单中很有钱，就是那个什么小魔，其实就是这样子。那用了之后就死掉。那这里又是新的喇叭，这是又是新的新毒品。那现在其实联合国这个毒品犯罪毒品办公室那边列管大概已经超过1000种的新型毒品。那这些毒品其实它并不是真的新的出来，而是有些其实本来就存在，那只是说现在市面上开始大家在滥用，它突然跑出来，从大家开始网路上在买，暗网在卖，它涌上去买，大家开始在用，它有些其实并不是一定是新的合成物。当然有些也是，那可能一个化学是不一样，那就不同了。所以这个就是叫做消遗乱，消遗乱。所以这种东西其实都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减少。像你看白牌车，有些甚至 Uber 利用 Uber 拉拉木在送，他就利用他们在送毒品，因为这样子送，他就觉得警察撞到他，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要小心。遇到这种事情，那这些在跑乌合或拉拉木的人，其实也要小心，不要不小心变成这个毒贩的工具了，所以他们都是这样子在做一些贩卖毒品、上过毒品的事情。那你看这个尿液阳性率有增加啊，尿液阳性增加，那表示就是说，大家验出来的这个毒品还是有人有人在使用，那人数也有上升。但是就刚这个我们王主任有提到一点，就是说。里面有一些是第一次使用的，我们就是要压低这个新生人口，让他不要去
去用这个毒品，因为有时候真的有一个好奇，然后有时候真的就是一直没有想清楚。像以前我也办过一个，他说你干嘛，明明是大老板，为什么要吸毒？他说他在赶订单，他是一个工厂的老板，他在赶订单，他就是要连夜加班，不然他没办法赶出来，所以他就买了安非他命来提神。那他当然不是坏，但他用这个就会有问题，会有问题。好，那大麻跟新型毒品，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现在比较公开、比较严重的。那你看大麻，就是它是第二级毒品，那它是天然植物干燥的，那也可以网购种，种子很重，现在网购很方便，所以他们会买这种进入来种。那外国说它是晚性毒品，所以就很多人觉得晚性的没什么啊。我们觉得荷兰不是有晚性就是那个味道吗？还有一些很多什么蛋糕啦、饮料啊，都有那味道。这个其实都是因为这样，所以大家觉得好像没什么。那外国的管制就很宽松，那他们会觉得说，这可以怎么样？对身体应该不是什么伤害，那你比较不会成瘾。然后他犯罪意识很多很低，他就说这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就是说，全官这外国都没什么，但大多爱吸啊。那另外就是说，他们跟相关的，就是说都是白领的阶级或外国相关的，艺术工作者或这些人的情况，教育程度都相对较高。这些人还会看不起是用那个安非他命跟海洛因，他觉得这些是很多。他们就觉得他们是很。